每次给家人包这个小肉包子，儿子都要比平时多吃上好几个。外皮蓬松暄软，里边的馅料鲜香好吃。喜欢的朋友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来发个面团，500克面粉中加入5克酵母、5克白糖、270克温水，下手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密封醒发至两倍大。接下来就是调馅儿，大块的猪肉放进绞肉机打成肉馅，放入碗中，再多放点大葱也给绞碎。小碗中放入大块的葱姜、花椒、八角，浇开水，泡出调料水，晾至温热以后，少量多次打进肉馅里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至吸收，再打下一次水，直至搅成这种润滑的状态。加入生抽、老抽，再加入馅料好吃的关键肉馅饺子调料，放上这个调料就不需要放盐味精了，特别的好吃。搅打上劲儿，加入大葱末、姜末、蚝油、料油和香油，搅匀，这个馅儿就调好了。这个馅儿这样调就别提多香了。这时面也醒发好了，都是蜂窝网状，移到面垫上揉面排气，搓成长条，下剂子，擀皮儿，放上馅儿，包成小包子。全部包好以后放入蒸屉，盖上盖子，冷水上锅，水开计时蒸15分钟，焖5分钟出锅，小肉包子就做好了。外皮蓬松暄软，咬一口满口流汁，比买的都要好吃。喜欢的朋友双击收藏做法，我是小叔，我们明天见。